每个人都是个角色，而每个角色都有他的故事。听讲后山有一个大阴谋的花絮。嘿，哦，好可怜啊！会晓这门花絮的人，十根针头啊，拢算得出来。这张纸算上去，为什么会有变脸在中间呢？这就是阮特殊的所在。在台湾的故事，就在星期二晚上10:29频道三立台湾台热烈上映。